靚女咧就好慘。靚女其實好多人以為好多人追，但係其實好多靚女就其實我冇人追嘅咁樣。其實係咪㗎？真係唔多，真係唔多。你有冇分析佢係咪啲男仔好冇自信咧？面對一個咁靚嘅女仔。多謝你啊！都可能都有分析過嘅。咁因為呢一行咧，始終都可能俾記者影啦。咁識你嗰個人，佢會覺得我唔想俾記者影，可能呢一個關已經覺得 stop 咗先啦。咁第二可能身高嘅問題啦。咁咁高好少香港男仔咁高啦。跟住。第三樣可能他們會覺得你們做這一行 modeling 你見識了這麼多這麼多的好的東西，即我的 standard 可能他們真的 要自卑咯，有些會這樣，所以那個機會其實是小，還有覺得你漂亮嘛，實有很多人追的，已經覺得這一樣東西第四這一樣東西已經是其實是不是咯，即個人已經覺得你都已經有人追了，我就不行了，即是會這樣咯，所以好慘㗎，